我正准备要画张卡片的时候，琪琪来了。奶奶。哎，琪琪。你想画图吗？啊，对，我想画一张谢谢卡片。谢谢卡片要送给谁？新邻居啊。新邻居？可是奶奶家隔壁没有新邻居啊。哦，不是我的隔壁，是小玉奶奶家隔壁的新邻居。小玉奶奶家的新邻居，那应该是小玉奶奶送卡片啊。好了，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好了。是我到小玉奶奶家去玩，就遇见了她隔壁的新邻居。哦，这个邻居啊，很客气，很有礼貌，他就送了我，你看，饼干。我想我应该画一张谢谢卡片，谢谢他们。哇，好好哦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还没有吃呢。哦，琪琪，你想吃吗？想。好，那你啊，先吃。哇，谢谢奶奶。不客气。那奶奶，我吃完饼干，我也要画一张卡片，跟他们说谢谢。太好了，哎呀，新邻居收到一定很高兴的啊！哎，我啊，来想卡片写什么。哎，琪琪呢，吃饼干，那你们呢，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。怎么这样？哥哥，喂，饼干耶，我要吃。不可以吃。为什么不给我吃？小气。我又不是小气，是因为……不管啦，我要吃。那你先吃一口哦。好了，给你们看看，念给你们听啊。亲爱的新邻居，哦，谢谢你送的饼干，我很喜欢，也希望有机会到我们家来玩。水果奶奶，你们觉得这个卡片画的好吗？我也觉得不错。我也应该去吃吃看新邻居送的饼干嘛。那你们呢？来，正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喵。妈妈拉古拉，三度，萨拉格的度，苏卡纳纳玛，瓦莱芬斯，三那个礼物啊，萨拉。
走路，妈妈你要哪？肚里的马菜呀。摇路嗦嗦马咕噜，嗦嗦妹妹，马啥那个马咕？是那个的马呀，叔叔，他们马发三个的咕，走啦！陪陪爬个椅呀！啥那个不是啥来了吧？大概不是啥拉法术，他们的你我。世界，猜猜看，我的黄色世界有哪些？黄色的计程车，黄色的皇冠，黄色的香蕉，黄色的小鸭，黄色的 cheese， 黄色的凤梨，黄色的向日葵，黄色的星星，黄色的柠檬。哇，还有好多黄色的东西，我的黄色世界很精彩吧？你们喜欢吗？水果冰淇淋，啊，真好喝。好奇怪的饼干哦，害我嘴巴苦苦的。对呀，还好有果汁。啊，糟糕，奶奶不能吃。啊，对哦，赶快去把饼干收起来。嗯嗯。哎呦，这个饼干咬了两口就放在这里，真的是。奶奶。哎，李丽。啊，这个饼干不可以吃，是我和哥哥吃过的。哦。奶奶，这些饼干可以都给我们吗？啊，都给你啊。哦，好。还有你手上的。啊。好，都给你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呦，我应该留一块的，也要吃吃看嘛。哎，我去找他们。那你们呢？去看看我们的好朋友贝壳潜艇美人鱼。我是美人鱼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人鱼音乐点播站。
今天，有点不想听歌，休息一次好了。啊！抗议！我要哭了！奇怪，为什么要抗议啊？哪里不公平了？哭什么？我等很久了，我一定要听歌。我喜欢听歌，每天都有听。我没有听歌，会心情不好。这样啊，那我休息，你们找魔镜听歌吧。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大家，今天最适合听什么歌呢？说要画谢谢卡片的，现在怎么画？就画谢谢你的饼干，但是很难吃，请继续加油。哪有这样的？拿到卡片的人会不开心吧？那要怎么办呢？琪琪、琳琳，奶奶，哎呦，还好啊，饼干还有那么多啊，
可以给我吃一块吗？嗯，不行。哎，还有这么多耶，就只要一块就好了嘛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嗯，你们怪怪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因为什么？很难吃。啊，很难吃？哦，那也要吃吃看才知道啊。好吧，你吃吧。好，哎，我来试试看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去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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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呦呦呦！不要再唱了。停停停！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唱歌呢？因为我讨厌好听的声音，把它抓起来！打不动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！我来！打到了！小朋友，快去找音乐魔杖来救我！叫你了耶！第一关哆瑞咪音乐田，赶快找到正确音符，穿越迷宫，放在帽子门上就能过关。粉红色的爱心图案哦，找一找哪一个音符是一样的图案呢？是它哦！走进迷宫。转，再转，哇！保持微笑，很棒哦哦哦哦！再转，很快就走出来了，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音符？没错，你过了第一关，赶快到第二关来救我吧！第二关，叮叮当，音乐盒。快快快，赶快组合出正确的合唱团团员，就能启动音乐盒过关喽！找到正确的积木，啊，放上去看看，不错哦，哦，速度很快哦，哎呦，有点重，小心，哎，是这个吗？看一看，对一对，哦，再找一找，哦，是这个吗？哎，不错哦。哦，好，下一个，是哪一个？一个兔子，哎呦，不错，你再来，哇，要转过来，又完成了，速度很快，按下小花，哟，过了第二关，赶快来救我，哦，快！第三关，音乐精灵魔杖，帮小骑士找到和大骑士一样的装扮。就能转动桥梁进入城堡，拿到音乐魔杖，你就是小勇士。看看大骑士身上的图案，在小骑士身上要完成一样的图案，找一找，看一看，对一对，比一比，先完成一排，再完成一排，好多哦！哎呦，然后找到一样的头盔，跟大骑士身上一样的头盔，有点重啊，来换一个位置。好的，好，哦，小心放上去。哦，还戴好。还有权杖是哪一个呢？梅花权杖是吗？哦。给大骑士检查一下 ，OK， 哇，好，赶快用力拉，这，走过来，你拿到了音乐魔杖，你就是今天勇敢又聪明的小勇士，耶！哎呦，好难听哦，哦，
接下来该我了。啊啊啊啊！这是什么？是音乐精灵的魔杖。哈哈，你声音变好听了。哇哦，真好听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难吃？有点苦苦的哈。是有一点苦苦的。不过也不能说难吃了，只是说应该这个饼干啊是比较适合大人吃的口味了。啊，大人喜欢吃苦苦的饼干哦。真奇怪。每个人不一样嘛。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小玉奶奶的新邻居送我一盒啊饼干。哦，琪琪看了很想吃，于是呢我就让琪琪先吃，没想到呢玲玲也吃了，可是呢等我要吃的时候啊，两个人却不想给我吃，最后我才知道他们觉得饼干苦苦的不好吃。奶奶，我吃了饼干我不喜欢，还要画谢谢卡片吗？谢谢卡片奶奶已经写好了，等一下我送去就行了。可是不好吃的饼干也要说谢谢吗？这是人家的心意嘛，而且这也不算是难吃了，只是你们不喜欢这个口味而已啊。我们比较喜欢奶奶做的。那我做点心给你们吃好不好？好。不过在我去做点心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收到别人的礼物也懂得回送谢谢卡片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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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